海盗慈悲基金会，华博账号50416116，50416116。点一盏灯，一半馨香，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今天下午最主要来念一下上供下施消灾超度，这是佛教特别汉传佛教最主要的修行方法。因为所有的福报来自于造佛像、建佛塔、印佛经、盖寺庙、供养僧众，因为三宝是无上福田。简单的说，你给你儿子100万美金，还不如供养你爸爸妈妈10块钱，因为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恩太大啊。那佛呢？那没办法比了。佛教无上福田，所以为了要超度，也为了要下施这些没有福报可怜的众生，那我们要以上供的功德。
供养佛法生善宝的功德来回向给他们。所以在佛教里面最大的法会叫水陆空大法会，那这个水陆空就是不离开供佛斋天这种上供，然后呢再来下施放焰口超度，然后呢大忏悔。所以水陆大法会有五天的时间要拜梁皇宝忏大忏悔，所以我们下午也会按照这样上供忏悔下施。比如说一个女孩子，你有堕胎三个小孩子，那你当然很想超度她啊，因为你不超度她你也会痛苦。还有一个我必须告诉各位，你的女儿小儿子生病很多都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堕胎胎儿没超度她，你也不理她，她就找你小孩子的麻烦大部分。所以有些小孩子突然发烧到天亮怎么样怎么样开刀，我们一问大部分都是妈妈四个胎儿，她都不理她，所以她就没办法啊，因为他们很痛苦。所以我们以上供的福报还有虔诚的忏悔，再加上对他们的布施乃至帮助更可怜的众生来回向给他们。所以因为各位写了很多的消灾啊拔度的牌位，但是有一点要记住，不是写牌位就超度了，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经常有人说，师父我说你有堕胎胎，我写了三写牌位了，写牌位了啊。那写牌位不代表超度，写牌位是一种回向，希望它好一点。真正的超度是要靠着我们的惭愧心跟功德啊。就像这个人得罪你，我帮你写牌位了，你还是生气的写牌位，你还跟我来对不起才有用。所以不但跟他对不起，还弥补他，对不对？所以那牌位大部分是因为以大家的功德来回向那些没人写的了，没人回向的对象啊。所以当然又以因为他而对供养三宝，因为他而布施所有众生，以这种最大的悲心爱心当然也可以，但是基本上一定要有一个惭愧心啊。同样我们供养三宝也是要有惭愧心，佛已经成佛了，我们还在轮回啊。佛就是希望我们离苦，简单的说儿女生病要对爸爸妈妈愧欠啊，所以我们生病痛苦，这是我们要对佛忏悔，因为佛就不希望我们生病痛苦，结果我们既然还在痛苦，所以以惭愧心乃至呢为众生虔诚的要做供养。所以我们现在供养十供养，那当然这个供养是每个人都供养，而不是每个人念一下代替所有众生做供养，这就是佛教的悲心，不为自己，我们供养代替所有法国人，代替所有人类，代替所有动物，特别这些动物他们根本不会供养啊，代替所有恶鬼道，他们没有福报供养地狱道。所以如果能够升起了这个大悲心来做供养，但是供养最高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来为了成佛。在佛教里面我们供养佛最圆满的意义是希望将来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佛陀来利益众生啊，所以对下的大悲心，对成佛的菩提心，也除了这两个圆满的心态，更重要的是无我的空性。刚刚讲了有这个惭愧心，我不再起贪嗔痴，我要保持在内心的这种清净平等。什么叫空性呢？念一下：绝对平等，绝对接受。这个心态要修啊，喜欢的跟讨厌的不能有这个分别啊，健康的跟生病的，我喜欢健康，我不喜欢生病，这个不平等的不接受那不行。空就像虚空一样，接受一切，没有分别一切，
这样就不会起心动念了。所以而且还会慈悲，因为虚空包容一切，希望所有一切都圆满。所以要以这样的圆满的心态，你讲对三宝的菩提心，对众生的大悲心，对自己的无我空性，皈佛、皈法、皈僧。所以各位，你知道皈依三宝的意思了。皈佛就是要成佛的菩提心，皈法就是要有平等无我的空性，皈僧那叫大慈大悲。所以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是最圆满的僧伽，在大圣的僧伽。所以我们天天要念佛、念法、念僧，念一下，念菩提心，念空性的智慧，念圆满的大悲。所以千万不要念贪嗔痴啊，要把贪心变成菩提心，要把嗔恚变成大悲心，要把愚痴变成空性无我平等的智慧。所以不执着一切，却了解一切，却会做一切。佛教讲空也不是什么都不会做，你等于会做董事长，几百家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都做得很好，而且但不拿薪水，这个叫空啊！啊，会一切，但是不执着一切，但是这个就是佛教讲的智跟慧。慧是没有分别一切，慧就是智，就是懂了一切；慧是没有分别一切，叫合起来叫智慧啊。那我想我讲这个就希望各位了解我们修行的意义，就是要提升自己的身口意整个生命到达最圆满的状态。那最圆满的状态，你才可以真正去帮助众生，也要最圆满的状态才圆满生命的意义。所以生命一定要努力，千万不要很渺小的把生命定在找个男人结婚，生三个乖乖的儿子，赚了一点钱，做了一些官位，然后最后死了，那就浪费生命啊！所以我想各位很会移民，移到法国来了啊！那是要追求最高的，要追求成佛。那成佛最好的方便就是能够到净土啊！到净土是用成佛班，到那边一定最后会圆满这个修行，来到人间度众生成佛。所以升起这三种心，来为苦难的众生供养，来愿众生包括自己成佛，也愿自己圆满智慧的空性，将来做供养。那供养我们会敲法器，那法器也是一种供养，法器也代表对六道众生的慈悲，各种的声音就在度各种的众生。然后各位，你现在念的时候你也要唱，最好唱大声一点，好不好？代表一种唱的时候光声音还不够，还要观想，这里面要心然五分，从你内心里面所供养的五分戒香啊，普遍十方香烟童子，你供香你就体悟真理了。这个香，所以简单的说，修行你要像一只香一样一直燃烧自己，最后一定知道消灭，而且把最好的布施出去，却把自己消灭掉了，这个叫修行，无我的空性，圆满的大悲，这样才会成佛。修行要像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所以生命要永远在燃烧自己，要断我执，却在慈悲。这生命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香也好，灯也好，烧到后来什么都没有了，花也好，水也好。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食物最后都会化为乌有啊，被吃掉了，消化掉了，烧掉了。所以这个世间没有一样存在。那生命的意义就是希望如此啊，征服自己，进一步奉献自己，消除自己，再来圆满的悲心，要不断的这样努力。千万里面不要有一个我要凸显自己，我的爱情，我的身材，我的金钱啊，我的子孙，我的，你有一个分别心，你就达不到智慧啊。所以要了解哦，原来这个目的一定要抓到啊。当别人引起你生气、起心动念，是别人帮助你找到你的问题哎啊。原来我还有个傲慢、生气、分别、骄傲啊、孤独，哎呦，这个好可怕！
我要把这个净化掉，这个不是原来的我，原来的我是佛性清净光明平等的，没有分别的。好，所以大家虔诚来求忏悔，我们才可以向众生忏悔，向佛陀忏悔，向冤亲债主忏悔，更重要啊，代替众生求忏悔。那当然忏悔的时候，特别各位你要承认哦，你现在想一想，你这辈子堕胎，曾经不孝顺爸爸妈妈，曾经玩弄别人的感情，曾经骂人骗人，这是光这辈子而已。那过去世呢，可能我们都是军人，可能是过去世都是在挤牛奶杀鱼，过去的时代什么恶业我们都会做啊，所以军队要杀人，所以每个人都身上里面都有各种不一样的业。但是为什么会造这些身口意的恶业，最主要是我们心里面有贪嗔痴。如果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就会让你的身口意去造恶业，造了恶业那就会轮回受苦啊。所以所谓我们要超度的地狱道也好，恶鬼道也好，动物道，这些流产胎儿，他们之所以这么苦，是因为他们造了业，所以我们要来替他们忏悔。那业是来自于烦恼，烦恼是来自于因为无明，就是觉得有一个我这个东西，我是男人，我是女人，我是人，他是动物，有这个分别心。所以人杀人要抓去关，人杀动物天经地义，这个就是不了解因果。法律可能定人杀动物没事，但是因果的定律你一定要还这个债的，跑不掉呢。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世间有这么大的痛苦，所以自己要虔诚忏悔，也向众生忏悔。也那忏悔的时候，佛教有个讲法，爸爸坐这边，妈妈坐这边，因为我们要替爸爸妈妈忏悔啊，不是光这一世的爸爸，我们有七世的爸爸，无量世的爸爸妈妈。然后呢，前面呢，前面是你过去杀掉吃掉得罪的那些众生，你要向他忏悔。那后面呢，是我们要代替所有受苦轮回的众生。我们今天有机会学佛，他们根本没机会啊，所以也不了解佛法，所以也没办法。就像我们刚刚去餐厅吃饭，就我们这桌吃素，其他几百桌，今天他们法国人庆祝母亲节，庆祝母亲节，他们杀鸡杀鸭，啊，意思说母亲你早一点死吧，啊，好像是说是好事啊，我要让母亲快乐，但是你却在制造一个痛苦给对方啊，啊，因为母亲节我们去杀一只鸡，那不是在造恶业给妈妈吗？啊。但是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的，他们不了解，所以那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要向他们忏悔。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成佛了，你就可以用神通用智慧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做啊。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虽然学佛了，但是所以身为佛教徒，别人的错我们忏悔，这才叫慈悲啊。千万说错是错你的，我是对，不能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们这样，然后经典又说最大的忏悔，一拜下去的时候，你真心的忏悔的时候，你的八万四千毛细孔都会流血。为什么？因为你真心的忏悔，你的冤亲债主通通跑出去了，接受你的忏悔，他就离开了，超度了。中品的忏悔七孔流血啊，所以最普通的忏悔叫痛哭流涕，就是感受到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胎儿，对不起过去所杀所吃的。所以如果你这辈子感情不快乐，你不忏悔，你再投胎一百次还是感情不快乐，因为你的冤亲债主永远在找你，你一直在换，一直在追求新的爱情，却不懂得跟他忏悔。所以因为你过去伤害了他。所以我认识一个老板，四十几岁而已，突然上吊自杀，昨天还在很快乐喝酒，问题是他的情债债主不甘愿，所以不甘愿就会制造那种附在他身体一样，让他去上吊自杀，让他勇敢的去跳楼啊！
所以他要跟你索债的时候啊，所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制造一个车祸等等啊。现在很多老人家跌倒，大部分都是冤亲债主推倒他的啊，让他跌倒，然后让他头破掉，让他慢慢被开刀，因为没有人跟他忏悔。所以我们做儿女的一定要经常替老人家忏悔啊啊，希望这个债，因为债主什么时候要发生事情，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是无形的，所以不可能一个人没有业啊。如果没有业，你就没有轮回了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业，再加上行菩萨道不是为自己，这个众生只要有人造恶业在受苦，都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要每天替众生求忏悔。那我刚刚有讲到，假设你有堕胎两个小孩，那各位一定要，就像你写牌位，最好写完就跪下来跟他顶礼，跟他忏悔，不然他也不是光外表，这有内心里面妈妈爸爸对不起你，跟他忏悔，那他接受你的忏悔，他才会接受你的功德，不然的话你念了几百遍做了很多，他不接受你的功德，因为他还在恨你。所以所谓功德，必须对方必须接受你，他才会，你的功德才会到他的身上，所以要向他忏悔。所以就像我早上讲，哦，皮肤很痒啊，因为过去邪淫的恶业，男女的问题很痒，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就是要跪下来忏悔，你不然你擦多少药都没有用。所以最近有一对爸爸妈妈刚结婚生了小孩，小孩生下来以后，小孩开始皮肤就溃烂了，小孩在烂的时候爸爸也一起烂，找了多少医生都没有用。为什么？这个就是邪淫。那我跟他说，他说我小孩才一岁，哪有邪淫，人有前世的啊。我说你一定要这样去做，因为小孩现在很苦了，你一定要帮他啊。所以你要带着他忏悔，从小你，而且忏悔完以后要发愿。我说你要跟你先生说，以后绝对不再邪淫啊。所以他就说没有啊，我现在跟我结婚以后就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但至少以前很多啊，但是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痛苦啊。所以不一样的因缘有不一样的痛苦，所以你等一下我们法师会跟你说，心脏不好啊，因为嗔恨心的果报，什么三高啊、糖尿病啊这些啊。这个肾啊，乃是肾积水啊，这个叫贪心的业报。贪，不管你贪吃，我吃素哪有贪？你喜欢吃炸的也是贪，你喜欢吃冰淇淋也是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贪的啊，所以有这个贪，然后再加上那个业，你贪吃猪腿，那你的腿一定不好啊，所以。你贪吃鱼眼睛，保证你眼睛不好啊。所以因为这个贪嗔痴，乳癌因为压抑生气压抑，肺癌乳癌，所以每个人的病不一样，贪嗔痴傲慢所造的业造成你的业报，所以你这个身体开始有麻烦了，就这个就是他在告诉你了啊，身体已经有讯号了。所以在这一点，那各位要去思维，你经常头痛计较想太多啊，所以事情不能消化，胃不好，那每个人的每个人都有。但是如果各位了解这个病来了，你首先要忏悔啊，忏悔以后找到病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心态，哪里的行为，那你要从这里面去改变，忏悔包括改变啊。所以有些是杀生吃肉太多，那你就千万不要再杀生吃肉了，经济部还要放生啊，救命啊，而且要发愿生生世世绝对不敢再去做这个事情。那有些人跟我说，我努力工作都没赚钱，
而且没人帮我，因为你从来不帮别人啊，什么事情只有你一个人在做，没有人会来帮你的。那你要忏悔，忏悔以后开始努力去帮助别人，因为你不帮别人，别人没有机会帮你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孤独啊，赚不到钱。所以忏悔以后要发愿啊，就像我们过去杀生多，那现在我们决心不杀生了，不但不杀生，我们还要吃素放生，或还要布施食物给这些动物等等等等。那命运就是这样改变了，所以如此以后来，那我们现在要先开始回向红色的牌位消灾。当然各位有写牌位啦，但是身在悲心是这个世界的所有老人病人，所有三善道了，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都是我们回向的。你的心越慈悲啊，力量越大、所以各位每天都要这么做。我今天带各位上供下施啊，所以那各位每天在家里也要这样，哪怕十分钟上供下施忏悔回向，了解吗？啊，因为各位有家人，都希望你的儿女、先生、太太各个健康，事业好嘛，对不对？上供下施，啊，回向给这些众生，地狱道、恶鬼道，也回向你自己的冤亲债主。那每天都要做啊，甚至各位可以把你的牌位放在家里啊，念到一段时间呢，你感觉他好像超度了，这个人病好了，这样啊。所以就像你很疼你的女儿，你天天也会看她的相片，对不对？你就是希望她好。再一个就是说，各位来参加法会突然觉得哪里痛，这是好事，因为你的冤亲债主哦，你要忏悔了，他过来让你知道了啊，本来三年以后要中风，现在就让你知道了，那感觉了一点不舒服，甚至发烧，但是你好好的忏悔，又给他回向，这个事情就过了，这个叫众业清报，对吧？所以感觉不舒服不是坏事，都是在消业消业。但是吃药有时候，特别吃西药是一种麻醉，比如说你头痛，你吃很多西药，它只是把让你麻醉而已，头还是痛了，对不对？它让你神经不敏感而已，等那个药性过去，你还不是更痛？所以基本上要消除的是你的业跟你的动机啊，你如果你的动机不改变，你吃再多药也没用，忏悔也没用。为什么？忏悔只是就像吃麻醉剂好了，但是你心态没改变，因为忏悔最主要是贪嗔痴啊。药师佛不是光医身体的病，药师佛要医的是众生心里的贪嗔痴三毒。那这一点你要看看你的，那你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可以问问你的先生太太，因为家里的人最了解你。这个这样，对不对？事实上，每个人只是不认识自己。所谓善知识，不见得是出家人。他了解你这个人很吝啬哦，你这个人讲话很苛刻哦，批评别人太多啊，你这个人比较骄傲哦，自以为是，用自己的想法。那这些你一定要改变，如果你不改变，就像骄傲苛刻的人就骨头不好。我最近认识一个企业家的太太，他们透过别人来找我，他已经骨癌到整个开刀又开刀，他胸部都快没命了，放生也放生，什么都做了，但是还是好不了。为什么？他的念头，他那种主观有钱人看不起别人，骄傲这样傲慢，就是说，我认为我吃素对，你那个不对，或者一个太太一样，我先生喝酒搞外遇不对，我对，这个也是个骄傲，啊，这个就会伤害到你硬的那一部分，这样。所以呢，这些各位要去，佛教也是个心理学，所以等一下请法师可以帮你讲一讲你的心理状态而已啦，因为人都不愿意去面对自己。但是如果你心态不改，就等于你一直在加汽油，那还不是火越来越大，吃什么药都没用。你心态停了，那这个因缘就停了，那并不是没有了嘛，
所以开刀吃药，那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甚至如果是癌细胞，你不忏悔。